金多宝的开始是来自一个想做善事的企业家，那就是我们威盈控股集团创办人黄师拿督斯里吴地庆博士太平局身。在这善心里，往往在想的是如何把慈善公益稳定地做得更加完善，即可以成立一个无国界而有势力的慈善基金，帮助有需要的人。要把慈善做好的必备条件，就是如何拥有一个稳定的资金来源支持。古语说，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，这就是经商之道。而在这个商业模式的社会，有多少人愿意把金钱固定地捐助给社会做慈善？经过本集团创办人兼主席深思熟虑后，唯有的方法就是必须混合多赢的生意模式体系，对国家、政府、人民及社会带来商机，做出贡献，才能达到人人都在做公益慈善。那这个生意模式所经营的行业必须备有永成的历史，那就是博彩行业。为何是博彩业？因为博彩拥有永成的记录与稳定的利润，即拥有超过多赢的条件。何谓超过多赢？公司、政府、彩民、慈善与社会经济，历经天时地利人和的配合机遇之下，争取到了柬埔寨的博彩限量执照，对集团未来成功的里程碑扎下了稳固的根基，开启了一道财富根源之门，也稳定了公司的盈利及慈善的发展。这全靠威盈控股主席懂得把握先机，创造出全新利人利己的概念及所谓的商善之本。威盈控股集团成立于2013年，也在同年开发了金多宝博彩公司，得到了国家政府支持，各大媒体热烈的报道，推广博彩业，响应着博彩行业在柬埔寨大势旗鼓的开发起来，也响应着威盈控股将带动整个柬埔寨的博彩业推向另一个里程碑，创下历史的一刻。在短短的6个月内，开发了超过2000个博彩售票处及6个省市，带动了柬埔寨博彩热潮。博彩集团开发了2年，步入第3年，也达到了柬埔寨金融交易所上市标准指标。加上一个稳定及有经验的团队，一起速度性的开发全面的市场。Ham Lehot 博士拥有丰富的经验，设计各种博彩游戏和固定赔率游戏，熟悉博彩系统的操作。由于他多年的接触彩票行业，对此拥有深刻的认识和理解，他可以影响和塑造彩票市场，也熟悉彩票玩家的心态，是本集团的核心人物，开发市场关键人物。拿督吴地生拥有超过10年市场经验，开发国家包括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、印尼、文莱、中国、台湾等等超过15个国家。之前担任世纪皇朝国际集团市场总监，2013年正式加入威盈控股集团，主要负责网络博彩开发项目，把无国界的概念、共享、共赢、共存的理念推向全世界。今天，那么稳定的集团及行业，主要与大家共享利润的原因是，21世纪讲究的是速度，以更快的速度开发到全世界，才能达到共享、共赢、共存的局面，也能更快达成无国界慈善基金会的成立。一，这是一个全新的概念，人人有机会开发博彩公司，一起做公益回馈社会，达到共享盈利。二，这是一个网络营销的概念，增强开发速度，以短时间内达到无国界网络发展，达到共赢局面。三，这是一个国际联盟概念，以各国联盟开发更大的市场，互为互利，达到共存的理念。联合以上3点，就能达成共享盈利的概念，速度及稳定地在柬埔寨金融交易所申请上市，开发国际市场，
对集团及联盟商都有更大的利益。向来如何支持上市，完成上市招股书？一，以无国界网络会员投注数据支持。二，会员预付数额稳定集团每年收益。三，各国联盟商会全面支持及招收彩民。四，能让集团以更理想的价位及倍数在交易所上市。五，上市后更多股民关注集团股票，增强股票交易次数，成为热门股，可让集团开发更多市场及多国度上市，一起达到共享、共赢、共存的未来。机会就在一瞬间，掌握先机在今天。